起沾蒙赤愤若，尽朝阳作恶。凡九年，孝安皇帝下延光四年乙丑，公元125年春二月乙亥，下邳惠王衍薨，甲辰，车驾南巡。三月，戊午朔，日有食之。庚申，地至晚，不遇。乙丑，必发自晚。丁卯，至夜，崩于成鱼。年32，皇后与严显兄弟、江京、樊峰等谋曰：今宴驾到赐，既殷王在内，谢后公卿立之，还未大骇，乃委云帝极甚，喜欲卧车，所在上时，问起居如故，屈迟行四日。庚午，桓公、辛未、遣司徒刘希议郊庙，设祭，告天请命，其夕，发丧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太后临朝，以显为车骑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太后欲九专国政，贪历幼年，与贤等定策尽忠，迎继北惠王子北乡侯义为嗣。继殷王已废黜，不得上殿亲临子宫，悲号不实，内外群僚莫不哀之。甲戌，济南孝王相薨，无子，国爵已有，北乡侯及皇帝位。夏四月，丁酉，太尉冯时为太傅，司徒刘希为太尉，参录尚书事，前司空李和为司徒。严显济，大将军耿宝为尊权重，威行前朝，乃封有司奏保及其党与中常侍樊峰、虎贲中郎江谢运、侍中周广、野王君王胜、圣女勇等更相阿党，互作威服，皆大不道。辛卯，封运广皆下狱，死，家属喜比景。贬宝及弟子林律侯成皆为亭侯，遣救国宝于道自杀。王胜母子喜夜门，于是以严景为卫尉，耀为城门校尉，晏为执金吾，兄弟并处权要，微服自由。己酉，葬孝安皇帝于宫陵，庙曰恭宗。六月，乙巳，赦天下。秋七月，西域长史班勇发敦煌。张掖，酒泉六千骑及善善。疏勒，车师前部兵击后部王军旧，大破之，获首虏八千余人，生的军旧及匈奴持节使者，将至所班没处斩之，传首京师。冬十月，丙午，月归山崩，北乡侯病笃。中常侍孙承为继殷王业者长兴渠曰：王以嫡统，本无失德，先帝用禅，遂至废黜，若北乡侯不起，相与共断江津。严显是无不成者，渠然之。右中黄门南阳王康，先为太子府使，及长乐太官程京兆王国等并附同于城。江津谓言，显曰：北乡侯并不解，国嗣亦已时定，何不早征诸王子，简所至乎？显以为然。辛亥，北乡侯薨，显白太后，密不发丧，而更征诸王子，闭宫门，屯兵自守。十一月，乙卯，孙承、王康、王国与中黄门黄龙、彭凯、孟书、李建、王成、张贤、史范、马国、王道、李元、杨驼、陈宇、赵峰、李刚、魏猛、苗光等聚谋于西中下，皆结单一为事。丁巳，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。是夜，城等共会崇德殿上，因入章台门，时江津、刘发及李润、陈达等聚坐省门下，成与王康共就斩京、安、达，以李润权势积为省内所服。
欲引为主，因举任协润曰：“今当立即殷王，无得摇动。”润曰：“诺。”于是扶润起，据于西中下营继殷王及皇帝位。十年十一，赵尚书令仆射以下从免姓南宫成等留守省门，遮赶内外，必登云台。赵公卿、百僚、石虎贲与林氏屯南北宫朱门，严显实在尽忠，忧迫不知所为。小黄门樊登劝贤以太后诏诏越其校尉冯师。虎贲中郎将严崇将兵屯平朔门以御城等。显又师入省，谓曰：“既殷王立，非皇太后意，喜寿在此，苟尽力效功，封侯可得。”太后始受之印曰：“能得既殷王者，封万户侯；得李润者，五千户侯。”师等皆许诺，此以足备诏，所将众少。贤使与登营吏侍于左掖门外，师因革杀登，归营屯守。显帝位为景惧从省中海外府，收兵至圣德门。孙承传召诸尚书使收景，尚书郭振时卧病，闻之即率直速与林出南指车门。冯景从立士拔白刃呼曰：“吾干兵。”振即下车持节召之。景曰：“何等召？”因着振不忠。振引剑击景堕车，左右以戟插其胸，遂擒之，送廷尉狱，即夜死。戊午，遣使者入省，夺得喜寿。帝乃幸嘉德殿，遣侍御史持节收严显及其弟城门校尉要，执金无厌，并下狱。诸家属皆喜比景。迁太后于离宫，即位，开门，罢屯兵。壬戌，赵司隶校尉为严显，将京近亲，当服孤诸，其余务重宽待。封孙承等皆为列侯，城十亿万户，王康、王国十九千户，黄龙十五千户，彭凯、孟书、李建石四千二百户，王成、张贤、史范、马国、王道、李元、杨驼、陈宇、赵峰、李刚十四千户，魏猛十二千户，苗光十千户，是魏十九侯，加赐车马、金银、钱帛各有差。李润以先不预谋，故不封，擢孙承为其都尉。初，承等入章台门，苗光独不入。诏书录功臣，令王康书名，康诈书光入章台门，光未受符册，心不自安，一黄门令自告，有司奏康，光欺诈主上。诏书勿问，以将作大将来立为卫尉。对讽刘伟、吕秋红等先族，皆拜其子卫郎。朱昌、施言、陈光、赵代皆见拔用。后至公卿、征王南、丙及家属还京师，后加赏赐，帝之见废也。兼太子加小黄门及见副高范、长秋长赵熙、程良鹤、要长夏真皆坐喜朔方。帝即位，并擢为中常侍。初，严显辟崔英之子愿为吏，愿以北乡侯吏不以正，知显将败，欲说令废吏，而显日沉醉，不能得见，乃谓常使陈禅曰：“中常侍江京等获古先帝，废黜正统，福利枢孽。少帝即位，发病庙中，周勃之争，于私复见。今欲与君共求见说将军、白太后，收京等，废少帝，引立继殷王。陛上荡天心，下何人望？一或之功不下席而立，则将军兄弟传作于无穷，若俱为天意，久旷神器，
则将以无罪并孤远恶。此所谓祸福之会，分工之时也。禅犹豫未敢从，会显败，愿作背斥。门生苏之欲上书言状，愿具止之。时陈禅为司隶校尉，召愿谓曰：“必听之上书。”禅请为之政，愿曰：“此辟犹而窃平于耳，愿使君勿复出口。”遂辞归，不复应州郡命。己卯，以诸王礼葬北乡侯。司空刘寿以阿父恶逆，必召非其人，策免。十二月，甲申，以少府河南陶敦为司空。杨震门生余放，陈毅毅却追送镇事，召除镇二子卫郎，赠钱百万，以礼改葬于华阴同庭。远近必至，有大鸟高帐于吉镇丧前，郡以状上，必感镇忠直，赵父以忠劳俱辞之。一郎陈禅以为严太后与帝无母子恩，以喜别馆，绝朝见。群臣议者咸以为宜。司徒院汝南州举位李和曰：“西谷叟常欲杀舜，舜使之于锦，正午将谋杀庄公，庄公使之黄权，秦始皇怨母失行，久而隔绝，后感迎考书，毛交之言，复修子道，书传美之。今朱颜新诛，太后忧在离宫，若悲愁升级，一旦不渝，主上将何以令于天下？如从禅意，后世归咎明公，一密表朝廷，令奉太后率群臣朝觐如旧，以验天心，以达人望，何及上书臣之？孝和皇帝上孝安皇帝下永建元年丙寅，公元126年春正月，帝朝太后于东宫，太后亦乃安。甲寅，赦天下。辛未，皇太后严氏崩。辛巳，太傅冯时，太尉刘熙以阿党权贵免。司徒李和霸。二月，甲申，葬安司。皇后丙戌，以太常桓焉为太傅，大鸿胪京兆朱宠为太尉。参录尚书事，长乐少府朱昌为司徒，封尚书郭震为定隐侯。陇西中羌反，校尉马贤击之，战于临洮，斩首千余级，羌众皆将，由是凉州复安。六月，己亥，封济南简王错子显为济南王。秋，七月，庚午，以魏尉来历为车骑将军。八月，鲜卑寇代郡，太守李超战没，司隶校尉与许道官数月，奏冯时、刘熙免之，又合奏中常侍陈黄、陈炳、孟生、李润等，百官侧目，号为苛刻。三公合奏，许盛夏多居系无辜，为利民患。许上书自送曰：“法禁者，俗之提防；刑罚者，民之贤配。今州曰任郡，郡曰任县，更相为远，百姓怨穷，以苟容为贤，尽节为愚。臣所发举，赃罪非一，三辅恐为臣所奏，遂加诬罪，臣将从始于死，即以失见耳。必省其章，乃不罪许。”中常侍张房卖弄权势，请托受取，许按之，屡请不报，许不胜其愤，乃自系廷尉，奏言曰：“西孝安皇帝任用樊丰，交乱敌统，击亡社稷，今者张房复弄威柄，国家之祸将重至矣。臣不忍与房同朝，仅自系以闻，吾令臣袭杨震之计。”书奏，房留替宿地，许作论书左校，房必欲害之。二日之中，传考四狱，狱吏劝许自隐，
许曰：“宁服欧刀以示远近，因乌自杀，是非孰辨邪？”扶阳侯孙成、驻阿侯张贤相率起见。成曰：“陛下使与恶等造势之时，常及奸臣，知其倾国。今者即位而复自位，何以非先帝乎？私立校尉与许为陛下尽忠，而更被拘系，常是张房赃罪明正，反构忠良。今克星守与林，其战功中有奸臣，宜即收房送狱，以塞天变。”时房立在帝后，成斥房曰：“奸臣张房，何不下殿？”房不得已，屈就东乡。成曰：“陛下即收房，吾令从阿母求请，必问诸尚书。尚书贾朗素与房善，正许之罪，帝疑焉。”谓成曰：“且出，吾方思之。”于是徐子以与门生百余人，举番后中常侍高范车，后头流血，素颜网状，范汝言之，房坐喜鞭，贾朗等六人或死或处。即日射出许成父尚书陈许有大功，与甚切机，必感悟，复征拜一郎。数日，迁尚书仆射。许尚书见一郎南阳左雄曰：“臣见方今公卿以下，累多拱墨，以树恩为贤，尽节为愚。至相戒曰：‘白璧不可为，荣荣多厚福。’福见一郎左雄有王臣谦谦之节，宜着在喉舌之官，必有国弊之意。”由是拜雄尚书。扶阳侯孙成等怀表上殿争功，帝怒，有司何奏成等余乱悖逆，王国等皆与成党，久留京都，一齐交字。帝乃免成等官，西徙丰远县，因以十九侯救国。是洛阳令促期发仪，司徒院周举说朱昌曰：“朝廷在西中下时，非孙成等起立，今望其大德，戮其小过，如道路夭折，必有杀功臣之机。及今未去，宜即表之。”昌曰：“今诏旨方怒，吾独表此，必治罪浅。”举曰：“明公年过八十，未为台府，不于今时节中报国，惜身安，欲以何求？禄位虽全，必陷宁邪之机，见而获罪，犹有忠贞之名。若举言不足采，请从此辞。”昌乃表见，帝果从之。成喜封宜城侯，道国怨恨会对，封还印绶，符册，王归京师，往来山中，诏书追求，复故掘土，赐车马衣物，遣还国。冬十月丁亥，司空陶敦冕朔方以西，障塞多坏，鲜卑因此数亲南匈奴，耽于忧恐。尚书起修复障塞，更银赵黎阳迎兵出屯中山北界，令原边郡增置步兵，列屯塞下，教习战射，以廷尉张浩为司空。班勇更立车师后布谷王子加特奴为王，勇又使别校诸斩东且迷王，亦更立其种人为王。于是车师六国西平，勇遂发诸国兵击匈奴，忽贤王王走，其众二万余人皆将，生得单于人凶，勇使加特奴首斩之，以结车师。匈奴之系北丹于自江万余骑入后部，至今且谷，勇使假司马曹俊救之，丹于隐去，俊追斩其贵人古都侯。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芜河上。是后车师无复鲁济。孝安皇帝下永建二年丁卯，公元127年春正月，
中郎将张果以南丹于兵机鲜卑旗帜间，破之。二月，辽东鲜卑寇辽东玄兔，乌桓校尉耿业发援编诸郡兵及乌桓出塞击之，斩获甚众，鲜卑三万人亦辽东将。三月，汉初，帝母李氏亦在洛阳北，帝初不知，致仕，左右白之，帝乃发哀，亲到一所，更以礼病。六月，已有追谥为恭敏皇后，葬于恭陵之北。西域城郭诸国皆服于汉，为燕齐王元孟卫将，班勇奏请攻之。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，因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为两道击之。勇从南道，朗从北道，约七聚至燕齐，而朗先有罪，欲教功自赎，遂先期至绝离关，遣司马将兵前战，获首虏二千余人。元孟拒诸，逆前使起将，张朗进入燕齐，受降而还，朗得免诸。勇以后期征，下狱，免。秋七月，贾虚硕日有食之，壬午，太尉朱宠、司徒朱昌勉、庚子，以太常刘光为太尉、录尚书事，光禄勋汝南许靖为司徒。光举之地也，靖是于河安之间，当窦、邓、严氏之盛，无所屈挠，三家祭拜，士大夫多染污者，独无谤言及于靖。当是以此贵之。初，南阳繁英，少有学行，名著海内，现于湖山之阳。周郡前后礼请，不应，公卿举贤良，方正，有道，皆不行。安帝赐册书征之，不复。是岁，帝复以册书，玄勋，被礼征英，因故辞，即笃。赵妾则郡县，驾在上道，因不得已，道经，称疾不肯起，强于入殿，犹不能屈。帝使出旧太医养疾，越至阳酒，其后帝乃为英设坛，令公车令导，尚书奉引，祀姬丈，代以师父之礼，言问得失，拜五官中郎将。数月，因称疾笃，诏以为光禄大夫，赐告归，令在所送谷，以碎石至牛酒，因辞位不受，有诏辟旨，勿听，因出被诏命，众皆以为必不降至。南郡王亦素与英善，因与其书，多引谷辟喻，劝使就聘。因顺意义而至，其后应对吴其谋深策，谭者以为失望。河南张凯与英俱争，谓英曰：“天下有二道，出与处也。吾前以子之出，能辅事君也，济斯民也；而子使以不子之身，慕万圣之主，及其享受爵禄，又不闻匡救之术。”进退无所惧矣。陈光曰：古之君子，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隐，隐非君子之所欲也。人莫己之而道不得行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，故深藏以避之。王者举一民，阳则漏，故为其有益于国家，非以训世俗之耳目也。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，智能足以庇民，被贺怀玉深藏不是，则王者当尽礼以治之，躯体以下之，虚心以仿之，贺己以从之，然后能力则施于四表，功列格于上下，盖取其道不取其人，悟其实不悟其名也。其或礼备而不至，一勤而不起，则孤内自寻省而不敢强制其人，曰：岂无德之薄而不足慕乎？
政之乱而不可辅乎？群小在朝而不敢进乎？诚心不至而忧其言之不用乎？何贤者之不我从也？苟其德以厚矣，政以治矣，群小远矣，诚心至矣，彼将叩昏以自受，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？荀子曰：要禅者，务在明其火，振其目而已。火不明，虽振其目，无益也。今人主有能明其德，则天下归之。若禅之归明火也，或者人主耻不能治，乃至诱之以高位，挟之以言行，使彼成君子邪？则位非所贪，行非所畏，终不可得而治也。可治者，皆贪位未行之人也。巫族贵哉！若乃孝弟住于家庭，行一龙于乡曲，力不苟取，事不苟尽，节己安分，悠游足岁，虽不足以尊主庇民，是亦清修之极是也。亡者当包忧安养，彼遂其志。若孝昭之代韩服，光武之御周党，以立廉耻，美风俗，思亦可以。故不当如范生之诋毁，又不可如张凯之责望也。至于是为以妖欲，吊其以经俗，不识君禄而争屠孤之利，不受小官而归卿相之位，名与实反，心与既为，斯乃华氏少正卯之流，其德免于圣王之诸姓矣。上何聘诏之有哉？时又征广汉阳后，江夏黄琼、琼相之子也。后继至，与陈汉有350年之恶以为戒，拜一郎。琼将至，李固以书逆遗之曰：君子为伯以爱，柳下惠不公，不疑不讳，可否之间？圣贤居身之所，真也。诚遂欲枕山七谷，你既朝游思则可以。若当辅政济民，今其时也。自生民以来，善政少而乱俗多，必待尧舜之君，此为世行其至终无始矣。常闻语曰：杳杳者一缺，皎皎者一污。圣明之下，其实难复。晋鲁阳凡君被征，初至，朝廷设坛席，犹待神明，虽无大义，而言行所守，亦无所缺，而毁谤不留。应时折简者，岂非官听妄身，声名太盛乎？是故俗论皆言处事纯道虚生。远先生弘此远谟，令众人叹服，亦学此言耳。琼至，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。琼昔随父在台阁，习见故事，及后居职，达练官曹，争议朝堂，莫能抗夺。树上书言事，上颇采用之。李固，何之子，少好学，常改易姓名，仗策驱驴，复及从师，不远千里，遂纠览焚籍，为事大儒，每到太学，密入公府，定省父母，不令同业诸生知其为何字也。孝安皇帝下永建三年戊辰，公元128年春正月丙子，京师地震。夏六月汉秋七月丁酉，茂陵园寝灾。九月鲜卑寇于阳东。十二月己亥，太傅还燕免，车骑将军来力霸，南丹于拔死，帝修立立，为去特若师逐旧单于，帝西召孙承等还京师。孝安皇帝下永建四年己巳，公元129年春正月丙寅，赦天下。丙子，帝加元服。夏五月壬辰，诏曰：海内颇有灾异，朝廷修正，太官简善，
真完不遇，而贵阳太守文龙不为节中宣唱本朝，而远县大诸以求性昧，今封以还之。五州雨水，秋八月丁巳，太尉刘光、司空张浩勉、尚书真舍与许尚言、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山川险恶，沃野千里，浦夷畜牧，水可盖槽，请遭源源之灾。众羌内溃，郡县兵荒，二十余年，夫妻卧壤之饶，捐自然之财，不可畏力，离河山之阻，守无险之处，难以为固。今三郡未复，园林丹外，而公卿选诺，容头过身，张解设难，但计所费，不图其安，移开圣厅，考行所长。九月，赵父安定，北地、上郡归旧土。癸酉，以大鸿胪庞参为太尉、录尚书事，太常王恭为司空。冬十一月，庚辰，司徒许敬勉先卑寇朔方。十二月，四卯，以宗正弘农刘琦为司徒。是岁，于田王放前杀居弥王兴，自立其子为居弥王，而遣使者贡献。敦煌太守徐由尚求讨之，必赦于田罪，令归居弥国，放前不肯。孝安皇帝夏永建五年庚午，公元130年夏四月，京师汉，京师及郡国十二皇，定远侯班超之孙，史上帝孤阴城公主，主骄淫无道，使姬愤怒，服任，杀主。冬十月，乙亥，始作腰斩，同产皆弃世。孝安皇帝夏永建六年辛未，公元131年春二月庚午，河间孝王开轰，子正嗣，正敖很不奉法，帝已是御史吴郡神景有强能，擢为河间相。景道国夜王，王不正服，积聚殿上，侍郎赞拜，景至不为礼，问王所在，虎奔曰：“是非王邪？”景曰：“王不正服，常人何别？今相夜王，岂夜无礼者邪？”王惭而更服，景然后拜。出住宫门外，请王负责之曰：“前发京师，必见受诏，以王不恭，使相检督，诸君空受爵禄，曾无训导之意，因奏至其罪，诏书让政而节则复。景因捕诸奸人，奏案其罪，杀戮游恶者数十人，出冤狱百余人。政遂为改节，悔过自修，必以一无高于之地，放进西域，匈奴资之以为超报。”三月，辛亥，复令开设屯田，如永元时事，至一无司马一人。初，安帝薄于一文，博士不复讲席，蓬图乡试带散，学社颓弊，居为元书，霍穆尔、饶恕心意旗下，将作大将翟仆上书请更修缮，又进后学，必从之。秋九月，善起太学，凡所造构240房，1850室，户乌桓校尉耿业遣兵击鲜卑，破之。户羌校尉韩浩转黄忠屯田至两河间，以逼群羌，号作士征，以张掖太守马叙代为校尉，两河间羌以屯田进之，恐必见图，乃解仇祖盟，各自警备。续上移屯田还黄忠，羌亦乃安。帝欲立皇后，而贵人尤宠者四人，莫之所见，意欲探仇，以神定选。尚书仆射南郡胡广与尚书冯异郭前，时场上书谏曰：“妾见诏书，以立后世大，千大自专。”
御甲之筹策，决疑灵神，偏己所忌。祖宗典故，未尝有也。是神任事，既不必当前，就执其人，犹非得选。夫其逆行于自然，现天必有一表，宜参良家，简求有德，德同以年，年君以貌，积之典经，断之胜律，必从之。公怀皇后弟子程氏侯商之女，选入掖庭为贵人，常特备隐喻，从容辞曰：夫养以博施为德，因以不专为义，终思则百福所由兴也。愿陛下思与女之君则，小妾得免于罪，必由是贤之。孝安皇帝下杨家元年，壬申，公元132年春正月乙巳，立贵人梁氏为皇后。京师汉三月，扬州六郡妖贼张合等寇49县，杀商长吏，耕寅，赦天下，改元。夏四月，梁商家位特进，请之，拜执金吾。冬耿夜，遣乌桓荣莫摩等抄击鲜卑，大获而还。鲜卑复寇辽东蜀国，耿夜移屯辽东吴律城以拒之。尚书令左雄上书曰：西宣帝以为吏数变异，则下不安业，久于其事，则民服教化，其有政治者，则以喜书勉励，增至赐金公卿，缺则以赐用之，是以吏称其职，民安其业。汉室良吏，余资为盛，金典成百里，转动无常，各怀一切，莫虑长久，为杀害不孤为威风，聚敛整办为贤能，以治己安民为劣弱，奉法循礼为不治，昆前之路，生于睚眦，覆尸之祸，成于喜怒，视民如寇仇，睡之如豺虎，兼思向背相望，与同极称，见非不举，闻恶不察，官政于庭传，则成于七月，言善不称德，论功不据实，虚诞者获誉，居简者离毁，或因罪而隐高，或色思而求名，周载不复，进贡辟诏，踊跃升腾，超等于匹，或考奏补案，而王不受罪，会赦行路，复见洗涤，诸子同色，清浊不分，故使奸猾枉滥，轻忽去就，败除如流，缺动百数，相关不利，直见路薄，车马衣服溢出于民，廉者取足，贪者充家，特选横调，纷纷不绝，送迎繁废，损政伤民，和气未洽，灾省不消，就皆在此。臣愚以为首相，长吏会何有显效者？可就增治，勿以喜，非父母丧，不得去官，其不从法禁，不是亡命，故之终身。虽会赦令，不得齿列，若被合奏，亡不就法者，喜加边郡，以成其后。其乡部亲民之力，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，宽其赋算，增其制禄，吏职满岁，宰府州郡乃得辟举。如此，微服之禄塞，虚伪之端绝，送迎之易损，赋敛之元息，循礼之力得成其化，率土之民各宁其所以，必感其言。附身无故去官之尽，右下有思考吏治真伪，想所施行而宦官不便，终不能行。雄又上言，孔子曰：四十不惑，礼称强势，请自今。孝廉年不满四十，不得察举，皆先议公府，诸生事家法，闻立刻兼奏，复之端门，练其虚实，以观异能，以美风俗，有不成科令者，正其罪法，
若有冒才一行，自可不拘年齿，必从之。胡广、郭潜时场上书伯之曰：凡选举因才，无拘定制，六奇之策，不出经学政。阿之政，非必张奏干，其显用，年乖强人中。贾阳生亦在弱冠，前世以来共举之志，莫获回阁，今以一臣之言阐立旧章，便立未明，众心不厌，矫枉变长，政之所重而不访台思，不谋轻视，若是下之后，一者播弈，一之则朝失其变，同之则王言以行。臣愚以为可宣下百官，参其同意，然后览则胜否，详采决中，必不从。辛卯，出令郡国举孝廉，现年四十以上，诸生通章句，文吏能兼奏，乃得应选，岂有冒才一行？若颜渊、子綦不拘年齿，久之，广陵所举孝廉徐庶，年未四十，排郎截之，对曰：诏书曰，有如颜回、子綦不拘年齿，是故本郡以臣充选，郎不能屈。左雄截之曰：昔颜回文艺之时，孝廉文艺之己也。书无以对，乃罢却之，郡守作免。袁弘论曰：夫谋事作志，已经是训物，必时可为也。古者四十而仕，非为弹冠之会必将是年也。以为可仕之时在于强盛，故举其大限以为民中。且颜渊、子綦况待亦有，而欲以思为格，岂不偏乎？然雄公直精明，能审核真伪，决志行之，请之。胡广初为济阴太守，与诸郡守十余人皆作谬举免处，为汝南陈凡、颍川李英、下邳陈求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。自世穆守未立，莫敢轻举，弃于永嘉，查选清平，多得其人。闰月庚子，公陵百丈五灾。上闻北海郎已经于阴阳之学。孝安皇帝下阳嘉二年癸酉，公元133年春正月，召公车征矣，问以灾异，以上章曰：三公上应台阶，不同元首，正失其道，则寒阴反节。今之在位，竟托高虚，纳累中之奉，亡天下之忧，七尺言养，寝疾自缢，被策文，得赐钱，即复其矣。何及之意而欲之素，以此消福灾省，性质生平，岂可得乎？今选穆守委任三府，掌吏不良，既就州、郡、州、郡有失，岂得不归则举者？而陛下重之，弥忧。自下慢事愈甚。所谓大枉疏、小枉恕，三公非臣之仇，臣非狂夫之作，所以发愤忘食，恳恳不已者，诚念朝廷欲治兴平。臣书不择言，死不敢恨，因调便宜七事。一、园林火灾，一念百姓之劳，罢善修之意。二、立春以后因寒失节，以采纳良辰，以助盛化。三、今年少阳之岁，春当旱，夏必有水，以遵前典，为节为约。四、去年八月，荧惑出入轩辕，以检出宫女，自其阴嫁。五、去年闰十月，有白气从西方天院驱参左足，入狱井，恐立。秋以后，将有羌寇叛立之患，一欲宣告诸郡，言为备御。六、今月十四日乙卯，白虹贯日，宜令中外官司，并须立秋然后考试。
期，汉兴以来339岁，于师三期，一大捐法令，有所变更，王者随天，辟由自春卒下，改清福将也，自文帝省行，始300年，而清微之境，见以阴积，王者之法，辟由江河，当时亦避而难犯也。二月，以副尚书见黄琼、李固，以为宜家擢用。又言，自东涉春，弃无家则，庶有西风，反逆时节，朝廷劳心，广未倒齐，见济山川，暴龙一世，臣闻皇天感悟，不为伪动，灾变应人。要在则己，若令于可请降，谁可攘止，则遂无革病，太平可待。然而灾害不息者，患不在此也。书奏特拜郎中，辞病不救。三月，使匈奴中郎将赵筹遣从事江南匈奴兵出塞击鲜卑，破之，出帝之利也。乳母宋娥与其谋，帝封娥为山阳君，又封执金吾良商子季为襄邑侯。尚书令左雄上封事曰：高皇帝曰，非刘氏不亡，非有功不厚。孝安皇帝封江津、王胜等，遂至。帝震之意，永建二年封阴谋之功，又有日食之变，庶庶之事，咸归咎于封爵。今青州积虚，盗贼未息，诚不宜追寻小恩，亏失大典。赵不听，雄复谏曰：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，然而历世之患，莫不以忠正得罪。谗谀蒙幸者，盖听忠难，从于义也。夫行罪，人情之所甚恶；贵宠，人情之所甚欲。是以时俗为忠者少而习愚者多，故令人主述闻其美，悉知其过，迷而不悟，以至于危亡。臣服见诏书，故念阿母救得素恩，欲特加贤赏，按尚书故事，吾乳母决意之至，为先帝使阿母王胜为野王君，胜造生谗贼费力之祸，生为天下所咀嚼，死为海内所欢快。桀纣贵为天子，而庸仆羞与为鄙者，以其无义也。夷其贱为匹夫，而王侯争与为伍者，以其有德也。今阿母公导简约，以身率下，群僚征戍，莫不向封，而与王胜并同爵号，俱为本操，失其长愿。臣愚以为凡人之心，礼不相远，其所不安，古今异也。百姓深承王胜倾覆之祸，民蒙之命危于累卵，常惧时事复有此类，触涕之念未离于心，恐惧之言未绝乎口，岂如前意？遂以千万给奉阿母，内足以尽恩爱之欢，外可不为利民所怪。良计之风，是非积极，宜过灾故之运，然后平易可否？于是继父商让还继封，书实于上，帝乃从之。夏四月，己亥，京师地震。五月，庚子，赵群公、卿士各直言绝咎，仍各举敦朴士一人。左雄复上书曰：先帝封野王君，汉阳地震，今封山阳君而京城复震，专政在阴，其灾尤大。臣前后古言，封爵至重，王者可私人以财，不可以官，宜海阿母之封以塞灾疫。今既已高让，山阳君亦宜重其本节，雄言切至，俄亦未惧辞让，而帝恋恋不能已，卒封之。是时，大司农刘据以执事被遣，赵义上书，
传呼猝步，又加以垂扑，熊上言，九卿未亚三世，班在大臣，行有佩玉之节，动有养畜之宜。孝明皇帝时有扑伐，皆非古典，必纳之。事后九卿无复垂扑者。戊午，司空王公免。六月，辛未，以太常鲁国孔福为司空。丁丑，洛阳宣德亭地撤，长85丈，地引公卿所取敦朴之事，使之对策，即客问以当世之弊，为政所宜。李固对曰：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，封爵阿母，因造妖孽，改乱嫡嗣，致令圣公狼狈，亲遇其间，既拔自困带，隆兴即位，天下永永，蜀望封政。击毙之后，意志中兴，诚当沛然思为善道，而论者由云方今之事，复同于前，臣伏在草泽，痛心伤意，时以汉兴以来300余年，贤圣相继时有8主，岂无阿辱之恩，岂忘贵爵之宠，然尚未天威，俯案经典，知义不可，故不封也。今宋阿母虽有大功，勤谨之德，但加赏赐，足以酬其劳苦，至于列土开国，时乖旧典，闻阿母体性谦虚，必有逊让，陛下以许其辞国之高，使成万安之福。夫非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，其天性当然，但以爵位尊显，专总权柄，天道恶盈，不知自损，故致颠扑。先帝宠遇严氏，位号太极，故其寿或曾不悬时。老子曰：其进锐者，其退速也。今梁氏妻为交房，礼所不臣，尊以高爵，尚可然也。而子弟群从，荣显兼家，永平见出故事，待不如此，宜令步兵校尉既及诸事中还居黄门之官，使权去外。七，正归国家，岂不修乎？又诏书所以进士中、尚书、忠臣子弟不得为吏，察孝廉者，以其柄威权，容请托故也。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，声势震天下，子弟禄任，曾无限极，虽外托阡陌，不甘州郡，而谗纬之徒，望风进举，今可为摄长进，同之忠臣。西馆陶公主为子囚郎，明帝不许，赐钱千万，所以清后赐众伯位者，为官人失财，害及百姓也。窃闻长水司马武宣、开阳城门后杨迪等，无他功德，出拜辩真，死虽小失而见坏旧章，先圣法度，所宜坚守，故正教一跌，百年不复。诗云：上帝版版，下民足丹，四周王便足法度，故使下民将尽病也。今陛下之有尚书，由天之有北斗也，斗为天侯蛇，尚书亦为陛下侯蛇，斗斟酌元气，运乎四时，尚书出纳王命，复政四海，权尊示众，则之所归，若不平心，灾省必至，诚以审责其人，以疲圣政。今与陛下共天下者，外则公卿尚书，内则常侍黄门，辟由一门之内，一家之事，安则共其福庆，危则通其祸败。四使二千担，外统执事，内受法，则夫表屈者景必邪，元清者刘必竭，犹寇数本，百之皆动也。由此言之，本朝号令，岂可搓跌？天下之纪纲，当今之急务也。夫人君之有政，有水之有堤防，
堤防完全，虽遭雨水淋涝，不能为变，正教一例，暂遭凶年，不足为忧。成令堤防穿漏，万夫同力，不能复旧，正教一坏，闲置迟误，不能复还。今堤防虽坚，见有孔穴，辟之一人之身。本朝者，心腹也；周郡者，四肢也。心腹痛则四肢不举，故臣之所忧，在腹心之疾，非四肢之患也。苟坚堤防，务正教，先安心腹，整理本朝，虽有寇贼、水旱之变，不足介意也。成令堤防坏漏，心腹有疾，虽无水旱之灾，天下故可以忧矣。又宜罢退宦官，去其权重，才至常侍二人，方止有德者省事左右。小黄门五人才至咸牙者给事殿中。如此，则论者厌塞，升平可治也。扶风公曹马荣对曰：今苛条品制，四时禁令，所以成天顺民者，备矣，惜矣，不可加矣。然而天有有不平之效，民有有资皆之怨者，百姓屡闻恩泽之声，而未见会合之时也。古之足民者，非能加善而人足之，量其才用，为之制度。故嫁娶之礼简，则昏者以食矣；丧置之礼约，则中者掩藏矣。不夺其食，则农夫利矣。夫妻子以累其心，产业以重其志，舍此而为非者，有必不多矣。太史令南阳张衡对曰：自出举孝廉，迄今200岁矣，皆先孝行，行有余力，始学文法，辛卯诏书，以能章句，奏案为献，虽有至孝，犹不应科，死弃本而取末，曾子长于孝，然使鲁钝，文学不若游，下政事不若冉。即今欲使一人兼之，苟外有可观，内必有阙，则为选举孝廉之志矣。且郡国首相剖腹宁静，为国大臣，一旦免处十有余人，利民罢于宋营之意，心故交际，公私放滥，或临政为百姓所便而以小过免之，是为夺民父母使皆好也。亦不远赴，论不但改，朋友交接且不素国，况于帝王，承天礼物，以天下为公者乎？中间以来，妖星见于上，阵列住于下，天界享矣，可为寒心，明者消祸于未蒙。今既见矣，修正恐惧，则祸转为福矣。上览众对，以礼固为第一。即时出阿母还社，诸常侍悉叩头谢罪，朝廷肃然，以固为议郎，而阿母患者皆及之，诈为非章以现其罪。是从中下大司农南郡皇上等请之于梁商，仆夜黄琼父就名其事，久乃得事，初为落令，故弃官归汉中。荣伯通经籍，每文辞对奏，亦拜一郎，恒善属文，通贯六艺，虽才高于世，而无交上之情，善机巧，尤至思于天文、阴阳、历算，作浑天仪，著灵县，性恬淡，不慕当世，所居之官者积年不喜，太尉宠身，在三公中最明忠直，庶为左右所悔，会所举用武帝旨，私立乘风案之，时当会茂才，孝廉参以备奏，称其不讳。广汉上即院段公因会上书曰：福建道路行人、农夫、知妇皆曰：太尉参节中进节，仆以直道不能屈心，
孤立群邪之间，自处重伤之地，夫以禅佞伤毁中正，此天地之大尽，人主之至戒也。昔白起赐死，诸侯浊酒相贺，祭子来归，鲁人喜其纾难，夫国以贤治，君以忠安，今天下贤心，陛下有此忠贤，愿族宠任以安社稷。书奏召集前小黄门士参集，太医至阳酒后，参夫人及前妻子投于井而杀之。洛阳令祝良奏参罪。秋七月己未，参敬以灾易免。八月己巳，以大鸿胪师延为太尉。鲜卑寇马城，代郡太守击之，不克，请之，其至坚死。鲜卑由是超道差息。上一章。